又好大。是的，就是一个很大的。我看到背面有这周的方向，这还有动物。是的，这有海洋动物，然后它可以看海，这是，但是这个是另外一套里面的，然后它里面有一个照相机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没有，这是在模拟一个大象，你看这是一个象鼻子，看到吗？大象鼻子，然后这个还可以变成一个鸟，飞飞飞，对的，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在天上飞了，这个我们有的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眼镜，这个眼镜我们也有的，我们今天就把眼镜还有我们把这把枪给拼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玩这个游戏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游戏卡然后放到游戏机里面去啊，它里面是会有说明书，然后会告诉我们这个怎么做。等一下啊，我们先看说明书，一样一样的，你看，我们是哪一个？这个。对的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开始做了啊，这是它的三步，一个是做，一个是玩，但是我们得先要做，然后我们还有灯光，那个是对的，那个是提示。好的，正式制作 toy con 之前，我们先从练习开始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开始啊，哦，这个要一直按的。先要做出这个控制器，在 A 面啊，这个是，这个上面有没有？这上面有一个 A， 对不对？对。OK， 我们要先把这片拿下来，先把它取下来，然后零件背面啊，我们要把，看到没有？我们要把这个拿下来，它是这个样子放的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取下来。看，看，还有这个，这个非常长，这个非常之短。对的。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回到刚刚那个样子，哦，是这个折线。然后要把它折起来。它是一个木棍。这个有看到吗？有一根线的，然后根据它上面一样的，我们要把它折起来。它弯起来了。对的。不，折一下啊。然后它翻转过来了，又把它对折。把这个也折一下，这样子。又打开吧。这里还有一个折线，就是要把它们变成一个这个样子的。什么颜色的？是红色吗？不一定啊。等一下，你先别急啊。是红色。你好聪明。我看到颜色准了。刚刚上面放的不是灰色，你怎么知道是红色的？因为它是红色。等一下，我看看，不是这样子擦的，是这样。这样子。因为它后面不是有个这个凸起来的地方吗？正好这个空档可以给它，是这个样子。好了，我们插进去了。噔噔噔噔，嘿嘿。好的，我们这个就搞定了。它再跳一下。哦，它要发射了。哎，这个手柄没发射啊。我们先来装眼镜了，等一下。是不是很快，对对。嗯，它在快放整个过程。等一下，手柄可以操作这个。是，嗯，可以吗？不可以的。哦，可以的。好了，我们要把这个盒子打开了。再说一下，不可以看着太阳，不可以看着有就很亮的地方。这么能看动物吗？然后它要喊一声说：“嘿，出来吧。”出来。嗯，出来。哦。然后眼镜就会出来。哦。吓死我了。好，我们里面的也出来了，就是长这个样子。就是打开了嘛。对的。他说你好，我叫维亚镜片，请多多关照。然后镜片不要用手碰啊，这个镜片不要用手碰啊。会有电吗？不会有电的，但是呢你会把它碰，容易把它碰模糊。还需要特殊零件。哎呀，我拿不动。其实等一下我们要拿出两个灰色的这个东西，叫凹扣眼。然后，啊，不要镜片完成了，哪里完成了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眼镜。好，他让你先暂时休息一下，你可以去休息了。眼镜是这个吗？嗯，有。好的，谢谢。爸爸。嗯。这背面很粘的吧？对的，不粘怎么能把它贴住呢？就会掉下来了。对的，你看，我现在把它贴上去。像贴纸一样。对的，好的，把第七给爸爸。这个游戏给我要插进去，我们要试试看能不能把它插进去。这是小的东西，这样子。嗨，你插进去了，你看，就是把这里包成这个样子。嗯，贴纸很滑，对。第二片，轻轻敲击这个动作，上面这个符号，这样你看，
我为什么要敲他呢？啊，你好了吗？你好了吗？啊，应该是好。好嘞，我们把保护盖装好了。封印解除的时候到了。好的，我们现在要把这个把它揭下来了。不可以。哎，小心小心小心。太大了。没有，你带的方式不对。对啊对啊，等一下，因为我们还没把东西放进去呢。通过点数确认不良模式。哇。哇。装上 Switch 主机，爸爸先试一下，爸爸先试一下。这。哇，这眼睛非常亮了。哦，现在有灯光了。这样子敲两下。哦，它是可以这样控制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哇，我的天哪！哦，你等一下，你先别笑，你先别笑。刚安装到别人家啊，你被你碰掉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有一个人。欢迎光临别样的世界。哎，你先别动啊。好的，这个可以是这么放像牌一样。哦，我们可以控制这个人在动。哎，来拿好，拿好这个，拿好这个控制杆，拿好手柄，拿好手柄。对对对，戴上面点，戴下面了吧？你这样看看得到吗？然后你动一动。这是谁？对的，能操纵它动，对不对？我操得好多。嗯，你看得清楚吗？看得清楚吗？它非常高了。嗯。哎，我又飞。哎，我怎么操纵？我怎么操纵碰到这东西啊？掉出来了，它会跳飞。来，我来看看，我来看，我来看一下，我来看一下。我来找一个。发给爸爸好不好？还给爸爸好不好？不好。还给爸爸好不好？好，我要还要这个。我被什么东西打到了？还有什么游戏？嗯，没有，那这个是可以那个随着视角然后移动。你要倒下来了，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飞得更高。这是什么东西跟住我？那是一个盒子吧，应该。嗯。好高科技。好高科技。嗯。对呀。开进去。等一下。我可以玩这个游戏。按扳机键，按哪来的扳机键？下面呀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按了没用啊？是不是？哦。啊，不是这个。好，我们要开火了。哦。哦，可以按了，有用的。哦，好的。我没弹出来。怎么还没出来？对，还没出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这个。我靠！哎，这不就跟迪士尼乐园里面玩的一样吗？啊，比那个好玩多了，比那个玩具总动员那个好玩多了。哦，这个好玩。我要记起来。等一下，爸爸爷爷，不要急。好玩。来，这样子，你拿着这个，对，然后这里扳机在这里。我感觉好恐怖。